妹直播吗？看到瑞妹直播，请赶快留言。该不会今天又看不到留言了吧？有吗？有人吗？哎，有了 ！Hello， 伟翔。Hello， 修明。伟翔今天是头香耳。Hello， 威宁什么 ？Hello， 志豪。Hello， 立 HO。新进来的朋友记得赶快留言 say hi。妹妹才知道我直播成功哦。Hello， SHAO。Why you? Hello Andy, Hello Jackie, Hi, Yay, Hello 东东儿，东东儿，东东儿，你的蛋卷我还有一包。Hello F R A N, Hello 君伟 ，Hello 泰文明，Hello 森温 ，Hi。新进来的朋友记得赶快留言 say hi， Hello 少平， Hello H O N G， Hello 盛宇， Hello 玉生， Hello 葛星，那个星， Hello 火火， Hello 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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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M N， 有点难念哎，老舌。Hello 明达， Hello Sam， 黄金海岸澳洲，伦伦。新进来的朋友记得赶快留言 say hi， 瑞妹会给你打招呼哦。你有追踪我一期了，赞哦，顺龙乖。Hello 文贤 ，Hello 少曹顺，霍龙，霍龙，冰心，康康说吃饭了没？有，我吃饭了，而且我不但吃完饭了，我刚刚还去运动哎，我去健身房，然后去完健身房以后，就是还有洗了澡。对，对啊，念意我没有去一期春酒，因为我必须在这里跟你们聊天，没有啦，在 FB 这里跟你们聊天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去了。Hello， 少平，你正要直播做秀珍屋。Hello， 银树儿 ，Hi G U N A N。Hello， 杰林。Hello， 弘毅、正典、俊阳、姓张、佳玉。好，点名点够久了。你们这个周末有去哪里吗？昨天元宵节，你们有没有去看灯会？瑞妹没有去看灯会。灯会到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吃螃蟹、姜母鸭，又海陆吗？海陆感觉好奇怪，好喜欢你吃饭，哈哈哈。对啊，瑞妹今天没有直播吃东西。RFELIX， 谢谢嘉森，今天特别漂亮，有吗？每天都很漂亮吧，哈哈哈，自己说。Hello， 晚上好 ，HCHAN， 有啊，谢谢。瑞妹吃臭豆腐，臭豆腐已经是前天的事了，像他在讲。哎，昨天还前天，云林去云林，周末要上合欢山，合欢山，你要去看下雪吗？没有叫你的名字哦，嗨，去，你元宵一个人在夜店度过，是昨天吗？听说昨天是不是元宵那个元宵，然后是什么大学之夜哦。瑞妹什么时候要玩粉笑？等我心情好的时候，我就会玩它了。Hello， 赤贝，你今天 coser， 你今天 coser 什么？南投灯会，对啊，南投灯会。过年的时候，我的家人都有去南投灯会，可是我没有去。Hello， 艾德，大声一点好一点，你可以开大声一点呐、啊，我讲话已经讲很大声嘞。桃红色的唇膏。桃红色的唇膏是雅诗兰黛，在家看瑞妹卡实在，哈哈，正点讲话怎么可以这么中肯 ？Hello， 泽伟，新进来的朋友记得赶快留言 say hi 哦，瑞妹会跟你打招呼。然后呢，
你们现在赶快点左下帮瑞妹的直播按分享，赶快帮瑞妹的直播按分享，还有按赞哦，按爱心也可以哦。你要按凶也可以啊，按怒啊。没有直播煮汤圆，对啊，上次已经直播煮过了，今天就不想煮，昨天就没有煮了。昨天咸水冲也冲什么冲风泡，那是什么东西 ？Hello S H R，Hello 金吾，严正家怎么了？汤圆是昨天吧？昨天才是煮汤圆啊，今天不是吧？穿这样不会冷啊，我现在其实还蛮热的，因为我房间有开暖气，然后我又刚运动完。今天呢在 FB 直播完以后才去播一期，对。分享女王会生气，你老婆你女朋友吗？Hello， 许博瑜，我很喜欢蓝色，是哦，蓝色你很喜欢。昨天有抛竿吗？抛竿是要干嘛用的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已经过了啊！对不起大家，被自动马赛克了啊！我被自动马赛克啦！好了，瑞瑞色有瑞瑞色这个颜色吗？Hello， 摆 pose 你要截图，截图呢要等直播有空的时候，我爽的时候，朦胧美。对啊，快要情人节了，你们情人节要做什么事？可能要换手机。对啊，要亲吻以后他才会，我的手机很不应该，他就是想要我亲他，他才要给我对焦，他很坏心。Hello， 嘉庆，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留言 say hi 哦，瑞妹才知道你在看我，皮肤很白，有吗？我已经晒黑了，以前更白。情人节你们要去哪吗？还是高端几类人？我应该也是勾搭几个人，情人节要跟我过，那你们要来一起看我。Hello， 正点要和瑞妹约会哦，一切看起来很蓝色，有吗？就只有这里蓝的呀。有寄快胆机，要出国哦，你也太爽了吧，香辉。你要情人节你要出国玩吗？还是工作出差？啊，严正家要睡觉，你不是要上班吗？台语演讲，为什么要台语演讲？要看瑞妹。好啊，一起我们一起在情人节的时候一起过。情人节要陪瑞妹，不错，蓝色。英姐喜欢蓝色哦。泰国家庭旅游这么爽，去泰国玩，去泰国可以当大爷。出国加一，哎，你们为什么都情人节出国？有一点点羡慕。我今年好像还没出国，对，我今年都还没出国，哎，我也好想出国玩哦，我想要去看极光。不会啊，瑞妹不会冷，因为房间里面现在21度，而且我刚刚有去运动，然后刚洗好澡，所以不会冷，只有热。Allen 你再乱讲话，我就把你封锁。情人节去新，你叫我去新加坡，你要带我去走走。我经常把衣服搭成全蓝，这么喜欢蓝色。Hello， 来自英国的 Dave 吗 ？Hello， 晚上好。田姐儿要吃鱼，为什么要吃鱼？开始好多人打英文了，我要看得晕倒了，我，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想要去长滩岛，我去年九月的时候有去长滩岛。Hello Hello， 什么东西可以亲亲吗？乱讲话，真的哈，欠打哦。Hello 玉米，玉米第一次进来吗？嗨，新进来的朋友记得留言 say hi 哦。瑞妹才知道你在看我，然后也可以按左下分享，帮瑞妹的直播按分享，然后还有按赞哦。偷偷截图。今天做健身累不累？累啊！而且我今天跑步脚超酸，我今天脚不知道在酸什么的。后面的熊熊可爱吗？可以自动翻译？不行啊，我直播我看不到自动翻译啊。和北极熊过情人节，他是我的大地熊熊。我不明白你说什么，但我可以爱上你。这是来自英国的，好好笑哦，他讲话。能站在这里，站什么？看不到嘞，眼睛一直向着某个地方，尴尬。什么东西啊？笑玉晚上好 ，SN 晚上好 ，Sam 吗？嗯，无奈吗？无奈，晚上好。天天看瑞妹是一种幸福，亲我好不好？你刚刚你太晚进来，对不对？刚刚我被逼迫要去亲那个手机。今天你也去跑步，赞哦 ，LEI。听不懂国文，已经帮瑞妹分享了，好棒好棒！记得要帮瑞妹的直播按赞还有分享哦，赶快帮瑞妹按赞还有分享。左下分享，左下分享，新进来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跟瑞妹 say hi 哦，可以截图当桌布，晚一点，晚一点再给你们截图，免得你们截完图以后就跑走了。预祝你情人节快乐，谢谢，谢谢你。Hello， 苏文泰，谢谢你的分享儿，手机都撒娇了，真的，真的。手机都要我亲他了，真的是受不了哈。Hello， 结亲吗？谢谢 Nikki 已经分享了。DAVE 一直打英文。Hi beautiful， 晚安。WU 博朗传了一堆照片，传了一堆图片。还有谁？已经按赞。你说任何英文吗？我不会讲英文。已经分享了十次，你是狂点吗？分享十次，庆人你就都这样啊，你就是这种人啊，截完图就老跑。今天也要玩电玩吗？没有，今天不是要玩电玩，但是今天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你们想要抽 iPad mini 2吗？抽 iPad mini 2免费的哦，可以抽 iPad mini 2。iPad mini 2欸，我都想要了，不然你们去抽了以后送我好了。 Nikki 不是 Nikki 吗？ Nick Nike。 有固定直播的时间吗？瑞妹在 Facebook 没有固定的时间，因为Facebook 的话要请你们就是点订阅或追踪，或抢先看啊，应该不是说货，全部都要点，你们要点帮瑞妹点订阅、追踪、抢先看，还有按赞哦。然后瑞妹在直播的时候都会有通知，你们要自己注意时间。然后固定的直播会是在一期，一期可以来找瑞妹哦。一期的 ID 是 RINY， 就是瑞妹的英文名字。为什么这么多人打哈哈哈？为什么要打哈哈哈？Hello CHEN， 全跟上楼。欸，我讲话怪怪，全跟上楼。有正点都有了。你在 Hello 沙米挖沟，因为有人跟我 Hello 啊，所以我就跟他 Hello 啊。你连一期都跟了，这么乖巧。
已经按分享了，好，非常乖。好啦，那你我刚刚讲的那个 iPad Mini 2，你们要抽 iPad Mini 2吗？应该说吗？你们一定要去抽，因为这时候你们没，你们不想抽也要去抽，因为你们不想要 iPad Mini 2抽到送我，很简单，只要填资料就可以抽 iPad Mini 2了。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置顶的那篇文章？那一篇置顶的文章可以抽 iPad Mini 2，快点去抽 iPad Mini！我来打一下那个，我打一下网址上来给你们看好了。Hello， 站起来跳一下，你怎么不自己在你家跳啊？你可以这样子啊，你可以把手机这样，就会跳了。你已经去参加了，这么乖，有乖乖哦，要乖乖去参加。瑞妹现在置顶的那篇文章，对，没有错，目光世界，银俊好乖，抽到宋瑞妹，对啊，今天怎么一直口吃？可能因为运动完有点耗呆吧。情人节快乐，还没情人节啦。用福建话说，打招呼什么东西？福建话。Hello， 谢谢瑞毅。没有限台湾，因为是台港澳。台港澳嘞！新的一年也美丽，谢谢。回你什么？静源好像很久没有见了。哎，情人节快乐！虽然还没情人节，我贴上来，哎。你知道手忙脚乱的吗？今天有跑步跟拉筋啊，固定都是这两种，有时候会变成骑脚踏车。来，下面这里有一个网址，请帮瑞妹点预先登录这个网址，点下去，点预先登录这个网址。如果这里没办法点的话呢，就到现在置顶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赶快去看预先登录的网址哦。然后资料填完了以后呢，就可以参加目光世界的抽奖活动。你只要登录呢，就可以送虚宝，然后还可以再抽虚宝。然后呢，最后全部都填好了，还可以抽 iPad 哦。如果你们不想要 iPad 的话，没关系，送我，我很愿意接收。跑步跑多久？跑了半个小时，我跑半个小时。明天反工作，什么东西反工作？我拿近一点看你们讲话好了，不然我都看不到。恭喜发财，变更瘦，谢谢。新的一年我要许愿，如果我没有办法变瘦，就让身边的你们都变胖吧。对呀、啊，赶快去帮瑞妹用，瑞妹才会有业绩。会说台语吗？会啊，南投人，怎么不会说？怎么会有人讲话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内衣穿什么颜色？干你屁事啊 ！Hello， 明豪说你朋友说可以抽我吗？当然不行，抽我啊！但你抽到可以送我。ANG 说你越来越漂亮，所以意思是说我以前很丑，是不是？最近我都变胖胖，哈，变胖好啊。新的一年事事顺利，谢谢你们。这是瑞妹，你懂的。这是瑞妹，你懂的。你是完美的，谢谢正到翻天瑞妹，谢谢瑞妹不胖。女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瘦。对，你的外号叫卤蛋。轩尼斯，你外号叫卤蛋哦。留言我都快要笑鼠了，就是啊，好像混血了。抽你回家放什么东西啊？不会啊，很可爱。洛天喜欢的主播，你干嘛自己打啊？很好笑哎、欸，你那波浪很好看。这其实都是我自己烫的。龙龙说娶不到老婆，身边的女生都变男的了，这么惨。瑞妹的回应更好笑。
好啦，欸，你们去预先登录了吗？我自己的直播，你们去预先登录了吗？你们这样子我要预先登录给你们看，然后不然你们都不懂怎么预先登录。来，请看，请看，有没有？欸，萤幕怎么亮啊？然后太暗了。好了，有没有看到瑞妹置顶的这篇文章？哦，辣妹照哦，我自己讲。哎，这件衣服真的还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它本来就公的，喜恩，你欠揍呢。有没有看到这个？有啊，瑞妹吃饱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件这一张非常性感的照片？哈，它现在置顶，它现在置顶了。然后它的上面呢，这里有一个网址。这个网址呢，给它点进去，有没有听到？这个网址一定要点哦，没有点呢，我就不理你们了。好啦好啦，这个网址要点进去哦，这个置顶的这篇，这个网址要点进去。点进去以后呢，就会跑到暮光世界的预先登录游戏画面。它其实不是游，它其实是应该是说，它现在还不能玩，因为它现在还没有上架，所以才叫预先登录。你们懂预先登录的意思吗？预先都已经这么明显了，预先这两个字懂不懂？预先登录，预先登录就是先就是预先登录，就是预先登录，然后之后游戏上架了呢就可以玩了，已经登录好了，乖哦，要预先登录好了以后才乖乖哦。对啊，照片自己制作的，厉害吧？自拍啊，自拍是有多难？对，赶快去登录抽奖，这个都教不会啊。真的是不是一定要我弄一次给你们看，你们才懂得用？好啦，然后点的那个网址呢，会进入到预先登录的画面，就是这个画面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写“暮光勇者们你好”，你们就是暮光勇者，有没有听到“暮光勇者”？然后他这里写“暮光勇者你好”，即刻参与登录预登，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iPad Mini 2，共计。抽出高达七台耶，七台 iPad Mini 2耶，七台 iPad Mini 2耶，其他厂商都只有一台 iPad 而已耶，他七台耶，人这么好，你们还不赶快去预先登录？这个厂商这么佛心耶，瑞妹猪可以去当摄影师？当然，废话，我这么专业，没有啦，professional。好，然后打点这个 OK， 知道了以后就会到。星月预登有没有？暮光世界的星月预登，然后星月预登也它的有这个第一步骤，南投控南投枪，真假的？我有不小心讲出南投枪了吗？第一步骤，星月降临，抢先预登，好肉麻的话，什么东西？iPad Mini 2，管它那么多，反正填好就对了，填好就能抽了，免费的你还嫌，欠揍是不是啊你？好啦，然后这个呢，第一步呢，它就是跟你讲说，你只要预先登录就可以得到这些虚宝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他们的暮光世界的粉丝团按赞，好，我已经按过了，然后填入你的基本资料，然后因为我昨天已经填过了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再填一遍，这样会不会洗版啊？好，我再填一遍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会不会多填多抽中呢？然后呢，它总共呢，目前有台港澳，它目前有台港澳，台港澳可以预先登录。对，没错，台港澳，其他国家的朋友就 sorry 咯。没错，登录，润润讲的真好，给你一个赞。因为手机号码只能登一遍，真假的？那你们有没有人要贡献手机号码给我啊？我知道了，我写我妈的，我帮我妈预先登录，我妈会不会揍我啊？等一下，我妈一定会密我说你为什么要拿我的电话预先登录？我不管，我就是要写我妈的名字。如果她抽中了，她要感谢我呢。今天讲话好好笑哦，我不小心讲出我妈的名字。我妈的名字啊，好 ，OK。我妈电话多少？好 ，OK。email， 我也不知道我妈 email 多少，打我的 email 好了。好，预先登录，耶！有没有看到这里？
你只要填入你的资料呢，就可以先拿到虚报了。你只要填你的资料，就可以 拿到虚报。哦，已经登录好了，谢谢。还没有登录的朋友呢，赶快去置顶的那篇文章，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预先登录完，全部填到完，就可以抽 iPad 哦。好啦，然后这里呢，它会写目光勇者你好，新月预登礼包序号将于封测时统一发送至您的手机，预知当前人数请点选观看。然后观看呢就是这个有没有看到二就是这个，这个呢就是啊，超棒的，现在有34000多人预先登录了。之前呢，昨天我们直播，昨天有没有看我直播抽到手机通知，你妈会知道的偷用我妈的手机预先登录，她应该不知道我偷用她的手机，我等一下再赖她跟她讲好了。对，然后昨天有没有，你们有没有看我直播，你们有没有看我直播，昨天预先登录的人呢只有20000个人，恭喜恭喜，今天我们有30000个人咯。30000个人的意思就是代表说我们又多了2台 iPad 可以抽了，总共高达7台 iPad 耶，超好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有这么多 iPad 可以抽了，对，第三步我们再继续接下来，继续接下来第三步呢，它有一个就是你只要有分享呢可以再抽虚宝耶，你只要分享，有没有看到，只要分享可以再抽虚宝耶。没有看到，你眼睛瞎啦，那你在看什么啊哈，那个什么叫什么名字，黄情书吗？好啦，然后你只要分享呢就可以获得3次抽奖机会。好，我们来分享，而且他每天都可以分享哦，你只要天天分享天天抽好礼耶。所以再说你今天没有抽到好的，你也可以每天登录。对，好了，我登录了。哎，为什么我分享了，结果还没有得开？我已经分享没得开，是不是因为是这个账号分享过了？好奇怪哦。是因为宝物已经领取了。若您满意今天开书开到的宝物，按下领取此宝物按钮，就已经参加完此活动，无法再参与。哦，因为我昨天已经开过了，所以今天不能开哦。好吧，那第四个奖励呢，就是请先登录 FB 即可自动出现你所获得的开书虚宝奖励，这个就是我昨天已经开过的了。好啦，那哦要用 FB 不同的账号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就是这样。Hello 家具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还没有预先登录的朋友呢，记得赶快去预先登录哦。在瑞妹下置顶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记得赶快点那个网址预先登录，资料全部填完，你就可以抽 iPad 咯，总共高达7台的 iPad 哦。你好，不会用，我刚刚在教学用了这么久，你跟我讲你不会用，这么简单你不会用，你只要动动手指头你就可以抽 iPad 耶，这么简单你跟我讲你不会用。你看我的粉丝团置顶这篇文章，有没有看到这张辣妹照，有没有看到他这里有一个网址，有没有看到，点下去照着他的步骤做好吗？这么简单耶，这么简单你跟我讲你不会做，你昨天可能是今天早上什么东西。这一款游戏是暮光世界，暮光世界，暮光世界。对啊，我当然会生气啊，跟我讲不会用，是太笨了才不会用，这么简单呢。哦，你会了，有谁有，哦 OK OK， 好，我相信你，你会用，加油，这么简单。好啦，然后这个是暮光世界的
粉丝团，记得要点赞哦，目光世界的粉丝团，因为你们要预先登录，也是必须要先帮人家点个赞嘛，对不对？ Hello， 晚上好，灯好了，越来越像婆婆妈妈，真的，因为我真的对于那一种，就是你们知道瑞妹是处女座的，没有错，瑞妹是一个很爱碎碎念念的处女座，所以麻烦你们乖乖好吗？不然瑞妹就会一直碎碎念，我也不想碎碎念呐、啊。对呀，俊宏，瑞妹交到快抓狂了，怎么就是有人？我刚刚交完了以后，然后立马讲说，我还是不会用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瑞阿姨，你很欠揍是不是？真的不要逼死处女座。希恩讲的对，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处女座之歌？你们没有听过那个处女座之歌吗？不要逼处女座。Hello， 晚上好，罗罗。英姐很爱碎碎念。嗨嗨，玉薇，我记得你啊。老师好，我有在听，非常乖。嘉义，你有没有去预先登录了？目光世界，偷偷看还打安安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官方的那个粉丝团竟然打安安两个字，是怎么回事？太好笑了吧！处女座，你知道什么？处女座之歌超好笑，是不是？处女座之歌超好笑。嘉俊说：“瑞妹老师你好，我会乖乖。”嘉俊，你有没有去预先登录了？你们要乖乖乖乖预先登录哦。我要像妈妈一样，等一下。你们要乖乖哦，乖乖哦，乖乖预先登录。哎，这好像在对动物讲话，对那个宠物，乖乖哦，摸头，乖乖好吗？你们乖乖去预先登录哦。自己觉得蛮好笑的，是不是真的蛮好笑？登录那，对啊。瑞妹现在置顶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记得赶快去预先登录哦。有洁癖吗？有啊，瑞妹平常没有洁癖，但只要打扫了就一定要打扫到干净，不然我会俩工。对啊，处女座很吸引人的，好不好？那个处女座就是一个你不需要理他，你把他丢着他就自己会去赚钱，然后也会帮你把家里打扫好。多棒的一个星座啊！然后除了唯一缺点就是爱碎念，然后除了碎碎念以外，就是又是一个贤妻良母，超棒的，对不对？变成幼稚园老师了，抓狂女，想要跟瑞妹合照，这需要一点点运气的。你已经拍这么多合照了，你嫌不够、哦、你。贤惠的妻子，好啦，这个是预先，不是预先，我在讲什么？这是目光世界的粉丝团，你们还没有按赞的，赶快去瑞妹置顶的那篇文章点进去。对啊，瑞妹是处女座的，点进去，然后做预先登录的动作。对，没错，没有做我会揍你们哦，揍，有没有很可怕？揍。你是射手座，超喜欢瑞妹。对啊，志源是不是处女座超好的？好啦，那你们知道目光之不是又要讲错？你们知道目光世界啊？我一直讲错。你们知道目光世界这一款游戏吗？因为我昨天有直播欸，你们有没有看我直播？有没有？说有没有看？有没有看我昨天的直播？再说没有看直播，有没有看重播？说。如果没有看，你们都没有关注瑞妹的话，我会生气哦。她生气，你就叫阿姨。对呀、啊，她真的很坏，对不对？拳头还真大，这样很可怕吗？对啊，处女座有一点点完美主义，就是处女座平常都没有事，但是只要想要做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很完美主义。有了哈，有好乖。那目光世界这一款游戏呢，它其实是一款 3D 的飞行游戏。什么叫做 3D 飞行呢？来来来，我放个影片给你们看，让你们明白一下何谓 3D 飞行啊。等等哦，飞行系统展示，目光世界儿，
天使之翼，有没有看到超正点的？有没有看到超正点的？对不对？有没有看到跟飞飞？对，他一直飞，在他一直飞，没有错。好，我关小声一点。你们看到飞？你看多屌啊！这个翅膀多美丽啊，是不是超美的？目光世界，有看到。我觉得我今天讲话还蛮，就是讲话的那个口音还蛮好笑的。我不知道我今天讲话到底怎么了。然后它里面有几款角色，目前呢已经偷偷公布了两款角色的技能。对，下次活动是什么时候？妹妹讲话好像在唱大戏。之前的飞行游戏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这个是什么？微微鹅，帮你们开大声一点。这个是微微儿的技能，你看他长那么可爱，技能却这么华丽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是看哦，漂亮程度瑞迅瑞妹一截啊 ！OK， 当然咯，再给你们看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一定比她漂亮啊！有手吗？他的是有一个技能是有两只银那个假手。瑞妹自己拍摄一人电影没难度，你去死啊！怎么可能？不过太幼稚了。瑞妹很幼稚吗？会吗？你们会觉得我很幼稚吗？有没有看到你写自由啊？游戏名称是《暮光世界》，但现在还不能下载哦。你们要去我置顶的那篇文章，我置顶的那篇文章有下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预先登录超好的。你不但预先登录可以领那个虚宝除外，还可以抽 iPad 啊！这个预先登录，这个我的照片，这个置顶预先登录有一个网址。赶快赶快去点那预先登录的网址，全部数据都做完就可以抽 iPad 了呢，这么棒！你们还不赶快去？如果你们不想 iPad 的话，没有关系，你们还是点完它，抽中送我。美女说话太可爱，截图还没时间到啦，你一直这边，你们是欠揍是不是哈？你们不能控制我。不能控制我。怎么登录？家俊，你要我揍你是不是？我刚刚教了这么久，你跟我讲怎么登录，点那个网址，它那么简单，你照着顺序点，照着顺序填就可以啦。 WU 你还没登，你要怎样我揍你是不是？快去登录哦。你再给我讲木瓜，你再给我讲木瓜世界，我就揍你。哦，马来西亚不能预先登录，对不起，目前只有台港澳，拍谁啦？现在只有台港澳可以登录，不好意思了，不然你去问一下你有没有台港澳的朋友，就是借你手机登录好了。妹妹猪爱怎样就怎样，当然咯，英杰，我知道你听我，你好可爱，谢谢志明。早死要报备，就是啊，欸，他真的是早死，还没有预先登录敢跟我讲，真的是早死要报备。好冷，手指不能动了。竹三枪跑出来了啊！对不起，我今天讲话竹三枪。聚餐哪个时候？聚餐，你又没有加入赖群，你加入就知道啦。想要听台湾妹妹唱歌，那你去听那个啊，你不会去 KKBOX 上面搜寻哦，一堆，你不会找歌手哦，登录不了，为什么？你不是台湾人吗？瑞妹的枪还没调回来，有吧？有调回来了吧？有吧？有调回来了吧？瑞妹今天很嗨，我每天都很嗨，我人。
我一直人都很嗨啊，我人最好了，对不对？都不理你，你刚有说话吗？感觉你就是格雷会爱那种。格雷是谁？要去吃晚餐了，拜。不是台湾人，难怪不能预先登录。好啦，那我们继续看他的下一个。这个是魔导师，魔导师的技能。哎，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魔导师，哎，因为他好像是远攻魔法，对不对？再看一次，是不是远攻魔法？我也要看。啊，好帅哦，魔导师怎么那么帅？哎，让我好期待这一款游戏到底是怎么样的玩法哦，因为它现在还不能下载，现在只有预先登录而已。瑞妹字典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记得赶快点那个网址预先登录哦，动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抽 iPad mini 哦。左右颠倒，对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你们知道，要不然你们不想要看左右颠倒吗？来，不想看左右颠倒的话，我只能这样搞了。不想看左右颠倒，我只能这样搞了。辛苦，这样就没有左右颠倒了吧？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因为前置镜头跟后面的镜头，前置镜头才不会，前置镜头会颠倒，后面的镜头才不会。可是后面的镜头就我，如果我拍后面的镜头的话，我就看不到你们讲话了。你们应该会想要我看得到你们讲话，回答你们吧。这样好多了。你是处女座啊，有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有墙什么，有就是你看到东西歪了会想摆好，那个叫什么，有什么我想不到。强迫症，对啊，你们帮我写了，没错，强迫症。你是有强迫症，看到那个字颠倒很不舒服，一定想要让它正常。你们一直帮我打强迫症，我强什么？强什么？好笨哦！啊，你也是处女座，原来真的处女座都会有强迫症，对不对？看到就是看到东西正常了，就是或者是摆整齐了，就会觉得啊，好疗愈哦！真的，处女座都这样，超好笑的。嘿，处女座朋友 ，give me five。Give me five， 你是处男座啊？怎么好意思？你跟大家讲你是处男哦？你是处男哦？瑞妹的头发好美，卷卷的，是不是卷卷的？喜欢吗？喜欢瑞妹的今天的造型吗？你是狮子，狮子多多少少其实也有一点点处女吧，因为接近。讨厌，把你的秘密说出来了。请问瑞妹穿这样子会不会冷？如果我穿这样走在外面，我一定冷死，冷到翻天。可是因为我在室内，然后我的房间有开暖气，然后又加上就是我今天有运动，然后刚洗好澡，所以就不会咯。自己弄的超棒，对啊，这个头发是不是我自己弄的？化妆也是自己化的。我的痘痘是不是好一点呢？我觉得我真的是过敏啊，我用那个化妆品如果用错的话，我就会过敏，小心感冒。脱掉，内衣一直被你们看到。双子座不是英杰吗？看到你就感觉到温暖，头发香香。脱了啊，耶、yeah! ！其实我蛮热的，因为我房间有开暖气，
然后我又刚洗好澡，今天的头发左边卷的还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左边今天卷的跟平常不太一样，什么东西？瑞妹标嘴嘟嘴动标准嘟嘴动作，这样吗？干嘛？你们又要偷截图了是不是？有截图到吗？想要看背面哦，背面我怕你看到我的内衣，背面就这样啊，一个小可爱打叉，有看到吗？看过一次就记得了。为什么猫叫声？椅子的声音吧，有听到吗？椅子的声音。对啊，今天不是大露背，今天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可爱，蓝色的，水蓝色的，有没有感觉到冬天好像已经走了，夏天好像要来了？其实没有，我快冷死了。什么椅子的声音？不要欺负椅子！不要欺负椅子！对啊，椅子的声音。双子座是矛盾，闷骚就闷骚，讲那么多，截图很多张啊，你偷截的哈？夏天的感觉是啊，不觉得这件衣服其实还蛮夏天，蛮夏天很好看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一整个就是非常的青春洋溢儿？今天为什么讲话一直要加儿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啦，你们我知道你们都很期待截图时间，来吧，给你们开心的截图，开心的截图。我的小腿变好胖，这样子遮住好了，耶、yeah! ！一样比三个动作给你们好了，一、啊，腿腿抽出，一、二、三。有没有截图到？咦，我的五漏内衣了，再一次，五、哦，有了吗？有截图到了吗？对啊，刚刚熊熊掉了，熊熊，熊熊，喵，刚刚是截图时间，好啦。瑞妹置顶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记得要赶快去点那个网址做预先登录哦。然后点进去以后会看到《暮光世界》这一款游戏的预先登录画面。你只要把资料全部填完了以后呢，不但有虚宝可以拿，有虚宝可以抽，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抽 iPad 耶！这么好的，还不赶快去？而且 iPad 不是只有抽一台，可以抽七台耶！赶快赶快去哦，赶快去哦！已经有登录了，非常好，有乖。暮光世界今天会推出吗？不是今天推出，不是今天推出，现在才预先登录而已。你们记得要赶快去预先登录哦。抽到 iPad 一台，你如果有七，你如果有七个家人，你就填七个，说不定七台都被你抽走了。然后记得分一台给瑞妹。
有机会看到瑞妹本人吗？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啊，我们的 LINE 群都有聚餐，想要加瑞妹 LINE 群就要看瑞妹的一期直播。等等，瑞妹会开一期吗？会啊，等一下十点的时候瑞妹会下 FB 的直播，然后应该休息10-15分钟也会开一期的直播哦。抽到不想要的话送瑞妹就好了，没有错，不想要 iPad 也没有关系，一样帮瑞妹点置顶的那篇文章，预先登录的网址，预先登录完了以后呢，如果你真的抽到了，就送瑞妹吧，谢谢。塞巴斯青，好久不见哦，我以为后面那只是狼，它哪里像狼啊？它长得就是一脸熊样，你说它是狼？你眼睛怎么了？几时可以下载游戏？你可以去他的官网上面看，因为他的那个暮光世界的那个官网，暮光世界的那个叫什么粉丝团都会有公布。你可以先去帮暮光世界的粉丝团按赞，这样之后呢，他的动态你都可以收得到。如果你还是怕你收不到呢，那很简单，你看抢先看订阅之类的。你以为是土拨鼠？他明明就是熊，他在这边那么久了，你们在想什么？忘记去登录了，一直看直播，没有关系。那对妹，等一下关直播的时候，记得一定要去预先登录哦。置顶的那篇文章哦，置顶的那篇文章有预先登录的网址，记得一定要点那个网址预先登录。你们如果不去点，我揍你们。好的，盒子送你。我不要盒子，我要 iPad mini。 什么东西爆掉？已登录，谢谢已经登录的各位，谢谢你们已经登录了。那还没有登录的人呢，记得要赶快点置顶的那篇文章预先登录的网址，预先登录还可以抽 iPad， 超棒的哦。有登录了，在西门町登录过了。好啊，家俊，你就是这样啊，我已经习惯你啦，你就是一个超级花心大萝卜，然后而且就是别人都比瑞妹重要。有抽到一定送你，谢谢你冰心。Eric 说瑞妹最好了，谢谢你 Eric。 Hello YAP。 怎么会有人说爱我？好啦，如果还没有预先登录的人，记得要去预先登录哦。你们先抽到再说，抽到以后再问要怎么寄给我，都还没抽到就要寄，想太多了咯。记得要帮瑞妹的粉丝团按赞，不要只有追踪，追踪跟赞都要。然后记得要帮瑞妹的这一个直播按赞还有分享，左下分享赶快给他点下去，点他点他，有没有看到？点他分享点下去，然后还按赞。瑞妹叫你抽就抽，哪有那么多废话。刺猬，你讲话太有笑点了啦！直接买一个送我，不用啦，不用买啦，你们就抽就对了，叫你们填资料就填，废话那么多，是右下哦，不好意思，这样吗？是这样吗？还是这样？到底是哪一边啦？我要看一下，不然我搞不清楚了。还是 iOS 跟 Android 不一样。我这边看是这边欸，我这边看是左下欸，所以 iOS 是左下， Android 是右下吗？好啦，那不管，这样点分享，这样好不好？下面有没有看到分享，点下去分享跟赞齁，乖齁，赶快点齁。英兰在大笑。好啦，那还没有预先登录的人呢，记得要去置顶的那篇文章点预先登录的网址哦。
记得哦，要乖乖哦，摸摸你们的头头，要乖乖哦，要乖乖去置顶的那篇文章点预先登录的网址哦。然后呢，那个资料都要填好哦。啊，你们不想要 iPad 的话，车动就送我哦。是左下，马来西亚的话不能登录啊。对啊，对不起，马来西亚不能登录。现在就台港澳可以登录，拜谁？天母用烧的可以吗？用烧的是什么东西啊？瑞妹是死了是不是？你要用烧的？瑞妹几岁？你 Google 就有了，为什么在这边问我？好啦，那你们记得哦。预先登录哦，没有预先登录呢，做不到你们，可是瑞妹会很难过。如果你们支持我，你们就应该要去预先登录啊，为了证明你们支持我啊，不然我都直播都开假的，是不是？你们都，我都把你们就是当这么好的朋友，然后开直播跟你们聊天，然后你们却动动手指头都不想要，这样子我会很难过。对啊，瑞妹昨天17岁，今天满18。自己讲，瑞妹猪6岁，看不出来吗？最好6岁长这个样子啦。嗯，可以分享啊，分享的话可以，你可以分享我的置顶的那篇文章，或者是分享我这个直播。没死过女人的年龄是秘密。真的，你不知道女人的年龄是秘密吗？你看，你看长相就好啦。不要难过，会成全我。那记得要去帮我点置顶的那篇文章，预先登录哦。白痴也知道是18，所有女人都说18，不是吗？对呀，女人的年龄是秘密。好啦，那还没有预先登录的人呢，记得要点置顶的那篇文章预先登录哦。置顶的那一篇文章有没有看到？这张图片我真的还蛮喜欢的，觉得还蛮正的啊。自己讲自己，啊、然后这里有一个那个网址，一定要点那个网址预先登录，好，知道没？暮光世界，暮光世界啊。暮光世界，暮光勇者们，让我们一起冲啊！预先登录，可以冲 iPad， 赞赞，挖个鼻孔。你们到底在干嘛、啊？你们现在是在自己，你们现在自己在跟互相聊天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完全就是看不懂你们在讲什么、欸。32岁是你哦，你32岁哦，黄奕。嗨，形象，你说挖鼻孔吗？喜恩，好啦，我站起来给你们截图个几张好了。看你们好像很想要截图我站起来的。嗨，好像可以再低一点。遵命，你是遵命要去预先登录了吗？这么乖，还是已经预先登录过了？对，瑞妹帮你加持，记得哦，车上要送瑞妹哦。马来西亚不能预先登录，不好意思啦。好啦，给你们截图时间，赶快截图，5张，1、2。3，4给你们拍个背好了，5，有没有截图到？
已经标记了。好，那大家要乖乖哦，大家要记得赶快去置顶的那篇文章，预先登录暮光之城，我又讲错，暮光世界。记得要点瑞妹置顶的那篇文章，有一个网址，预先登录暮光世界，暮光世界，暮光世界，记得哦，一定要点那个网址，预先登录哦。然后点进去以后呢，把所有的资料都填好，就可以抽 iPad 了。嗯，有没有听到？暮光世界。好啦，那瑞妹要下直播了。拜拜，妹妹，等一下关直播的时候会有个订阅的框框，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过我的人，记得要订阅我哟。然后可以点点萤幕追踪瑞妹，也要记得帮瑞妹按分享还有追踪，然后还有按赞、爱心，随便你都可以，只要有按就好了。大家拜拜，晚安，要遵守哦，要乖乖哦，乖乖预先登录哦。要预先登入瑞妹才会爱你们哦，拜拜，爱你们哦，记得哦，预先登入哦，置顶的那篇文章网址哦，拜拜。